真的是来孤然哦，就你就侧着，他这个就刚好就侧着，刚好就跟扁笔是一样，就跟排笔很像，这样侧着，侧着的时候就会变这样哈、哦。下来，再来加一点点土耳其蓝哈、哦。下来做第一前面的部分，来中间部分哈、哦，我们接加一点点姜肉色。哦，加一点点那个葛橙哈、哦，两个地方接下来哈、哦，这边也是亮的哈、哦，一起做，你就侧着它就是扁笔的意思了哈、哦。下来，好、哦，这边哈、哦、也带一点点，加一点点。红紫色，这边带一点颜色进来，然后这边把这两个三颜色稍微混一下哈，加一点点红。为什么要加一点点红？让它颜色再变成有一点点灰色的这样子，灰掉。欸、这红的太多了，再多加一点蓝、嗯。水稍微多一点哈。这边好，暗的地方用这个颜色直接来。好，直接画下来就好了哈。垫一下，让它有个斜度，这样水让它往下流哈。来，带一点点、一点点紫色，哦，淡紫色哈、哦。影子这里光影处哈、哦、拉强，让它强烈一点点。这边哈、哦，让它略微干一点点再做哈、哦。现在还很湿，我们先停下来哈、哦。那我们先专心做这个地方，群青。好、哦，亮暗面先把它分出来。哦，群青过来。好、哦，然后你用笔，它的笔尖哦，就等于是圆笔的概念。可以又可以团购的、啊，东西都买不完。不会啦。哦，这边哦加重。哦，不自然进来哈、哦，靠近这个边边的地方。影子，你、欸、这个要去日本才买得到。啊？因为台湾没有进口啊。是不是跟那个牌子是一样？一样一样。这家？对，一样。我是买比较小一点，他这支比较大。来，洋红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紫色进来，红紫。哦，另外用哦。哦。洋红跟那个洋红这个，不是洋红就是洋红啊，葛红是葛红。洋红比较偏蓝，对不对？嗯，洋红比较暗，就是哎比较偏紫啊。洋红是永固玫瑰红。不是。那永固跟玫瑰红。到底洋红是什么？欸、洋红就是比较暗的，有点暗红。这个，因为我那个欠杂红没有了。哦。欸、没有补货，大家不用想太多，我就是没有补货而已。稍微带里面带一点寒的调子进来，
好，那接下来再来，来洋红再来哈，稍微红一点。但是，你拿那么多借口。给我们都先布好局。哦，这个那个，电话亭哦，这比较深的几个地方哈、哦，我先做出来哈、哦。有超人，有超人哟，在外面。不然他没办法变身啊，没有电话亭。有超人可以。哦，整个暗面的地方哈、哦，后面这里稍微擦亮一些些哈。哦这里亮了点的地方擦一下，好、哦，后面这个是那个辅台洋楼哈，影子刷下来，这边有一个那个相机街的一个小小的扛棒哦，这边比较重要哈、哦，我们稍微再把它做强烈一点哈。哦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吹干一下下，再来做，速度会比较快。这边哈，一样有一点点影子，往这边走。那颜色这样把它铺下来哈，这边应该都还没有干。来，我们再带一点点橘。下来，亮的地方哈、哦，再擦。隔层。嘿。擦亮一点哈、哦。这个暗的地方哦，约到这边哈、哦，稍微我先稍微处理一下哈、哦，一下再做。摩托车，哦，都先画过去哈，暗的地方、亮的地方留下来就好。老师，你有上留白胶、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那个会自动？哪里？分开来，它是刚刚这样。哪里呀、啊？那你知道？他刚刚没有呢，只是没有画好而已。真的、啊，好棒啊，好会画、啊。老师是魔手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魔力系列的东西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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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没有要分开红海。对呀、啊，干嘛了？摩西摩西，不能分开。啊？对啊，刚才那样分开蛮好看的。好，这人的部分哈、哦，先做一个暗面哈、哦，拿出来，摩托车。慧珍。边摩托车的部分哈，先都处理过一次，但是越到后面的地方哈，可以慢慢的越来越淡，让它去掉哈，上一点水让它晕开，加一点点戴维斯会进来哈，带一点刚才的那个颜色哈，带进来。影子哈，影子。光影处。光影处。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一样哈、哦，胶折色一点点，先来里面
剩下的地方我们还是把它略微拉干一点点再来。这里面的东西这边不够，亮点是不够的哈。再把它擦亮一点点。地面的那个亮点的地方擦出来。好，我们擦，把它吹干一下下哈。吹地脏下面的会受影响。其实不太会，对，就算你用很湿都不会。不会到那个，刚才可以问说会不会下面会湿掉了？我是说不太会，不会，应该不会，因为上是泡在水里面，也不太可能。对啦，其实不太会，你放心好了哈。来，这个先来哈，那个扛棒，那个葛红，葛红先来。我们先把这些扛棒这个地方的颜色，我先稍微涂一下，淡淡的画上去就好了哈。然后这个。那个字，韩文。这是那个照相街。照相街。武昌。就北博爱路跟快要到北门那里。延平南路。那边还蛮漂亮的，有空可以去那边画画图。我们下次就去了。啊，对。你们礼拜一要去了。那边什么好吃的吗？有那边很多。这里清蒸牛肉面。这里有一间猪脚饭。猪脚饭。老师。这里有一间猪脚饭，还不错。来，颜色直接画上来哈。那个葛红啊，直接下葛红就好。下在暗面。对，下在暗面，直接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画暗面了哈。像这个，你千万不要把它空下来，然后再做，你就一起做就好。一起做的话，它的那个明暗度才会有一致性的效果哦。千万不要分开画哦，不是把它分开一组一组画，暗的全个都上暗的，然后再一起处理它。好，要记得哦。好。这样第一个速度也会快，然后明暗的。统合性也会高，好。个暗面的地方。迷蒙。什么东西？把那个画出来哈，把窗户的一些小细节的地方稍微处理一下。地方好，加深。这边我们先稍微加深一点点哈。那个胶纸加一点点绿。不要画太深哦，因为画太深的话会。在暗里面会变凸出来哈，不要画太深，不要画太深哦，不会，因为如果太深的话，它会比这边还要强，那这边就会不够哈。所以那个啊，不是那片墙是主角，可是因为它光影没有那么漂亮，因为它那边光不知道呢，有一点抓不到什么时候去拍会刚刚好，都好像都在背光处比较多。几乎都背光处比较多。看在这边哦，
色的。重点的地方点一下，好，这是这边，然后这里光影处差不多干了一点点了哈，来，我们再来画一次哈。那个亮面里面的暗面跟暗面是一样暗的。哪一个？你说这个？这里的暗面跟这个是一样暗的。哎，不太一样，这边会比较暗一点点。但是哈，因为这边又是我们的边边。欸、又不能画太暗，因为太边边了齁。对啊，痛苦哦。什么东西很痛苦？因为暗面不能画。好、哦，这个带一点清水。啊、这边影子，那个。阳台哈，阳台，影子的地方，窗户，冷气机，什么什么说什么？没有，他说冷气机，老师不要听错。哦，是，不要乱讲话、哦。他听到什么？他听到他听到。是你今天早上说什么打气？没有，没有什么打气。来，孤蓝哈、哦，带一点孤蓝进来。哦，先下那个紫色、哦、再带孤蓝。不是，让它里面有一点点比较亮的颜色出来，因为孤蓝下颜色明度彩度都会略提高。嗯、好，让这边的整个明暗的感觉哈，稍微做一下哈。下来，晕下来哈。这边光影的交接面哦，再稍微做一下。OK， 好，然后那个这个 Sony 的扛棒哈。把它画出来哈，那个群青直接画上去就好了。我、哦、没有要刻字呢，嘿嘿。太瘦了。刻出来，恐怕不刻了。哦，这样刻有点困难。是刻一下，这样比较生动。他不愿意刻，可以啊。哇，字太宽了。差一点岔气。你做这些什么？你真是。哎，我说多一次。对啊，多一次。画一朵花，一朵花。没有，旁边又写个 R， 打个圈。嗯。手游。手。这是什么？山寨版的吗？那你就写搜搜啊！我写搜狗，写搜搜，搜狗你也是帮他打广告啊。然后来那个黑色加群青，
哦，旁边一道亮的要留下来哈。好，靠近上面这边哈，略微再深一点点，让它凸出来。然后红，嘿，不点也没关系。然后红色的，胶卷，那个是胶卷，嗯，可胶卷已经可以的，现在都已经叫数位。记忆卡。边下一点水让它晕出来哈，比较有一点点明暗的，就是让它虚掉，然后这边再下红一点。这边边线亮色是没有关系的。嘿，因为我们底层已经有涂了一个颜色，它其实彩度不会那么高，不会提那么高。所以你刚开始在下那个红的地方一定要下得够。欸、下面一定要先铺一个暗的颜色、嗯，它就不会那么红了哈、嗯。它身上是什么红？葛红。葛红。葛红。嗯、好，这边哈，下面再加深哈，这里后面这个地方哈。把这几个暗的颜色稍微混一下哈。来把这一段哈先稍微处理一下哈。太阳楼暗面的地方。绿色，下一点绿。后面的明暗面哈，然后这边哈，我们略微再加一次哈，一样刚才的紫色哈，调一下紫色，叫明，让它光影明确一点点，然后这边晕下来，好，用这边的光影哈。顺便做那个福台洋楼的窗户的地方，一起做就好了啦齁。这边我多下清水让它晕下来齁。好，那这边再画重一点。摩托车一堆。啊？镜头狗。就是画的对。嘿，真的呢吼。我们快可以开机车。开机车。先晕下来吼，下面晕下来。可是这个更深的颜色是用什么？黑。黑。我加黑色。黑。就是全青加黑色而已。然后这边，然后那个电话亭哈，是那这个红色的位置啊，要画一个超人在里面，哎，真的哦，要画大红披风了，有，还有 S 在上面。欸、下面是谁？没关系，那段我会剪掉。你真的有剪接吗？有啦，我会剪啦。是要快点上传。没有，我
我不会去修啦，因为我只是把剪，我只能这样剪剪剪，不要的剪掉而已。我不会去修这种东西，因为修怎么修？啊？怎么修？就做一些东西啊，然后两段把它结合在一起。那个我不会抖，因为我也不会呀、啊。啊、以后我就会打字，打那个字幕。嗯、对呀、啊，就是他。我不相信，我今天都没说。来，我一些重点的地方我就会开始，哇，干掉了啦。喷水。没关系，洗一下哈。把一些亮点的地方不够亮的，我就稍微再把它，好，把它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细节的地方不以为，这支笔有点太大，然后我们换小支的来好。一些，找那个路牌，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地方尽快把它做一做。然后明暗面的亮的地方，今天就是用两支笔把它做完了。亮暗面，哇，小姐，我看得出来，因为让。刚才浪费太多时间了。其实我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晚上。他有课。老师要说今晚不能陪。是。我被供喂。我被供，我被供。相供，相供。到下面这个地方略微深一点点，我让这边成为一个焦点然后晕过来那你突出来没关系，对，这边让它突出来。好，这边那个它的一些招牌。那个什么相机街的一些那个小招牌。你可以稍微做一下，当成一个小小的焦点的部分，然后到上面的地方让它变白。它就是。是什么 camera 吗？是 camera 吗？还是 camera 就是写相机，它是好像是 camera， 有点好像公民的小招牌。对对对，一个造型的招牌。那天去这边小巷子过去有一个小修鞋店，也还蛮好玩的。有机会你们可以去那边画画看。修鞋店，就是修皮鞋啊。你礼拜。他为什么好玩？这可以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看到你在，你心情看到其实老板会很不自在，觉得单纯。不会，我发现老板好像蛮会画的，不是，就是他好像蛮能习惯这件事情。哦，你都跑去了。这个下面的地方稍微做一下，然后黄色。那个路牌，那个交通号志牌啦，有没有交通号志？对吧？这边有一个什么？他真的是很有趣。杨梅，我们前面有前面画的杨梅，每次前面画的那个他那个好好哦，他其实很喜欢路牌，对，他好玩，好可爱。我也想他明天上对面。这个旗帜来，天气不热，已经不热了。对呀、啊，不知道我要去上边桥。你来上这边好热，我不怕。这个有一个旗帜在那边飘是的。这边这里略微就是稍微坐一下其实我老师不想坐，真的。为什么老师也这样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然后手又不会抖，真的吃什么？那个萤幕会打出来，
请下面打电话。对，然后网址啊，团购专线。对对对。空什么空白空空。哦，其他接下来就是细节而已的啦，吼、哦。这里。团购有优惠，真的。嗯，要一箱送两箱，送两箱。这生意不错。安尼有谈，会几箱送两箱有说。哦，接下来就是里面的东西了哈，可以再多做一点点。做这个很容易变黑。不会啦，你大概同不要颜色差太多就好了，同色调就好了啦。嗯，因为你颜色差太多，它嘿啊，第二个就是说也会容易花掉，就画面上会太花哈。你要针对这几个小地方。往深的颜色加，然后颜色饱和一点点，就好了。往深，对，红心。你们两个进来要发那个口罩给你们两个。待会就去退费。啊，这里有个路灯呢，哈。啊五家哪里？这里，要把它修。哦，真的？对啊，你讲的好啊，可是没有画，为什么要加上去？对啊，没有画也可以画。监视器。有啦，有监视器。随便都买有监视器。不用。我有画、啊。我有画，我有画。上面哎，可以这里啊，老师画在这里、啊，老师画在这里啊。我有画了。监视器在这里，然后他有画监视器。我有画，我有画。必须的下面的地方。等一下，那荧幕会打出来，要关荧幕。我接下来就是细腻度了哈，再把它。台北相亲先要不要写？哎，要啊。那个一定要写，不然就没有色吧？真的。比丘马丘陪相啊，很像瀑布。它是台北是吗？相机街，相机街。嘿，你不是很熟？我爱东西，你咪出席个。应该订起买物件。啊，青菜小姐，他没有认真。没关系。然后这边它上面有一些线哈，就随便牵一下，那个感觉就有了哈。然后第四台。然后线的影子要做。线影子，哎，这个影子不用做，但是这个影子可以做一下。影子的稍微处理一下哈 ，OK 哈。这个后面还有一个。很多监视器哦。它应该不是，诶，应该这是那个啦，路牌。监视器的。哎，监视器吗？监视器。哦，监视器。怎么可以浪费桌子呢？一根桌子一定要塞满。塞满塞。这样才不会浪费。然后这边。可以调换哈。好，然后这。真的部分，这样有录到吗？没有录到 ，K 了就行。啊，这边哈、哦、人，还行哦，不过没有仔细看，没录到。那大家回去自己凭想象哦。
车子，摩托车，红色的哈。车上去哈，黑的。这样子，然后影子的部分处理一下，这边那个灯下来这边哦，影子底座稍微深一点哈，拿出来，然后这里好，那这边我们就。做到这样就好了，先暂时，因为没有做太多，就不用再去理它，不然的话会做不完。然后，底下，这里面哈，明暗面再分一层出来。这个是柱子的另外一面，那可是后面再画深一点点。然后这边也再画深一点点。好，往下虚掉。哦，这样子分起来就好，你不用从头都拉一样深，这样子它分的层次感哦就会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然后接下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后面可能会再多做一个层次啦，哈，哦。比如说明暗面的地方哦，再多做一层，这样看起来的细腻感哦会比较高。好，那俯太阳楼这边哦，一些小地方哦，再略微修整，然后里面哦，这个暗面的地方，这个有一个门哦，略微做一下。洋楼的砖要画吗？哦，不用不用。吓死了！越做越多。好，好，大致上画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。